2022年7月30号，我来到苑里的出水海滩拍摄这晨间的美景。现在是退潮的时间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片美丽的沙滩。前几周来下午看夕阳，遇到壮阔的涨潮，前面全部都是海水一直的溢涌上来。今天特地来这里拍晨光的海景，而且巧遇退潮，可以上到美丽的沙滩，带回去给我的小鳏鱼看看。